七指地的东西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陆昭尧所经历之事，虽然闻所未闻，但我在藏书阁的古籍中看到过一个阵法，有重塑血肉之效，也许能解燃眉之急。愿闻其详。 这个阵叫六道金刚阵，此阵需要一道法器为引，以上古仙师之力，引上古神器的力量，开启阵法，方能重塑血肉。我想，若血肉重塑，陆昭尧身体因药丸而出现的问题，定会消失。不过， 此阵在江湖中消失已久，不知是真是假。霍可一试，上古神器有六合天一剑。至于法器和上古仙师，既然厉门主想要一试，那我今日启程回千城阁取法器。多谢。还有，此阵尤为凶险， 届时还需力门主配合压阵。自然，自然。还有一事，须得秦阁主解惑。请说。听闻江武是秦阁主的心魔，这是我一生的过失。敢问秦阁主，当日是如何拔出心魔的？